哎，热血日志，今天刚刚得到的，我要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，就用一个黑色的笔。刘宇同学，热血值，今天的勇气是，勇气我给我打一个 ，OK， 不能再多了，今天确实勇气不佳，耐力啊。我觉得耐力还可以，因为我没有感觉到很累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一直练。60分吧。技巧，今天谈不上什么技巧，所以我觉得入门基础吧也算是个10分。超越吧，我其实觉得第一次滑雪勇于的去滑出那一步已经算是超越了。可以给自己打一个20分，因为勇气确实不太可观，所以这一次我决定，下一次的话，勇气会更勇敢的去尝试更多的一些技巧。然后，其实最主要的勇气就是滑出去，滑出去那一刻，我觉得把自己心放下了就好了。其实滑雪的魅力也就在这里。技巧为什么分数这么低？因为今天根本没有技巧让我去做，我根本就只能是看着别人从这个山上一个个滑下来，我呢就在旁边看着，我说好吧，像我这么舞蹈学得还蛮不错的人，我看他们滑雪看个一两下，自己上手也不会很难吧。上了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热血时刻是我今天冬奥知识竞赛最想称赞的伙伴，我想夸一夸林墨同学吧，给他画几个小爱心当做对他的鼓励，再写几句加油。哎，不觉得这很像写同学录吗？再签上一个我的名字吧。 OK，今天的热血日志，刘宇同学的就写到这儿了，明天接着写。